好，請陳偉業議員回應1分鐘。主席，即係我自己跟呢啲問題咧，其實由80年代都開始跟㗎啦。將當年呢個區域市政局係嘛，我哋去海外考察啦，點樣去處理啲廢物問題啊？我哋80年代已經參觀呢個日本用呢個垃圾我嚟發電啊，提供電俾呢一個嘅泳池。啊！曾蔭權臨落台之前咧，走去日本完咗翻嚟咧，好似好驚訝見到啲嘢。我哋88年已經睇嘅啦啲嘢，我哋去全世界睇人哋點樣去處理回收啊，點樣睇咧？點樣處理呢一個嘅垃圾源頭分類啊？點樣減低嘅成本啊？點樣將一啲廢物變金錢變資源啊？咪跟咗20幾30年啊呢啲問題。咁所以見到呢個廚餘嘅發展，我真係極為憤怒同埋極為即係呢個嘅，即係覺得香港真係羞恥嘅做到係。係嘛？即係你就算你翻內地一啲嘅城市啊，內地某啲城市處理廚餘嘅方法都比香港有系統有制度，亦都符合成本效益。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呢一個嘅問題咧，能夠支持呢一個中止待續。我就現在將下述議題付諸表決。本委員會決定中止議程項目 PWSC/2014-15-1號文件。的討論，現在是贊成的委員請舉手。請放低。反對的委員請舉手。有沒有做到記錄？贊成的，如果因為照秘書就因為你冇你再舉多次手穩陣啲，因為再寫名，讀一讀名好唔好啊？讀一讀名先啊！因為無記名表決，我而家要記一記。好，得放低七位係反對嘅舉手，係 OK。是贊成的佔不多數，這個議案是獲得通過的，這個項目是在這裡是終止，我們進入下一個項目。